哎呦，那么小气干嘛？我们不过才住了一个礼拜而已。一个礼拜？我跟你说啊，这里没有你喜欢的女人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可是这里有小念啊。有小念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把她怎么样？既然不能怎么样，那你瞎担心什么？我给你做了咖啡，还有松饼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喜欢，小念做的东西我最喜欢了。摸哪儿呢？你过去。 手背而已呀，什么叫手背而已？你是变态吗？你明明喜欢女人，你勾引我小念干嘛？还有啊，你能不能自重一点？小念是你到底谁不自重啊？天天折腾到大半夜。你是窃听狂吗你？你别忘了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踢出去？不想被人听见，那就记得关门啊！你个色情狂。你，小念。 小念，哎，小念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你又来干嘛？我来救小念啊！出去！哎，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？要不是我，你们俩能有今天吗？你出去，我不想听你说。喂，我不出去！你给我，小念，小念，哎，小念，哎，小念，我有小念，小念，出去！我不出去，小念，小念。